随着海内外各大媒体对英国商人海伍德在重庆猝死一案持续追踪报道，一些惊人的内幕也被陆续揭开。日前有媒体披露，薄熙来至少杀了2条至3条人命，但分析指出，薄熙来所杀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香港《亚洲周刊》引述来自北京调查部门的消息报道说，由于追查海伍德案件，王立军的5名心腹和司机被薄熙来秘密抓捕，薄对他们严刑拷打，其中2人被刑讯逼供致死，一人不堪折磨自杀。消息提到，当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海伍德命案，并指出调查线索都指向古开来时，薄熙来大怒，打了王立军一耳光，并说：“你就是一条狗。”而英国《每日电讯报》19号的报道说，薄熙来至少身负2条人命。报道说，据一份向重庆官员内部传达的文件显示，在得知王立军逃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消息时，薄熙来正在去云南的路上。他命令自己的私人卫队追捕王立军和他身边的同伙们，为此至少有7人被逮捕，并有2人被拷打致死。说这一次他薄熙来本人是不是涉及到几条人命啊？假如有些人要危害了薄熙来本人的这个政治命运啊，也危害了他的利益的时候，我想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薄熙来为人心狠手辣，连他父亲的肋骨他都能踹断几条，因此薄熙来的手中绝不会是只有几条人命和血债。1999年，薄熙来在大连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2001年到2004年，薄熙来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在薄熙来在辽宁任职期间呢，至少有103位辽宁法轮功学员已被证实被迫害致死，位居全国第4位。在2002年呢，薄熙来担任辽宁省长期间，在辽宁发生了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同一天，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了薄熙来拥有一支46人的私人卫队，这些人表面属于重庆市国内安全保卫局，但实际上只服从薄熙来的命令。薄熙来拥有自己的私人卫队，说明薄熙来自己对王立军还不放心，这也就证明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关系完全是利益结成的关系。薄熙来的私人卫队可以随意的对警察抓捕，甚至打死警察，这说明在薄熙来眼里法律什么都不是。而他有恃无恐的原因呢，是他有江泽民血债派的撑腰。据重庆的消息来源说，薄熙来命令这支私人卫队逮捕了与王立军关系密切的11名警察。报道引用消息人士王康的话说，薄熙来曾经威胁警察。报道还说，薄熙来和王立军曾一道开除了1300名警察。不管薄熙来涉入多少命案，亚洲周刊分析，如果证实薄熙来是目前披露的这些命案的主谋，就足以判他死刑了。而同为江系血债派的周永康呢，美联社4月19号发表追查周永康中共丑闻扩大的文章，被众多国际媒体转载，一时之间全球都在传周永康被调查。